Thank you.
醒来是讲的是是爸爸，就是那个。都是本地人了，你看到很少在游客，如果是有，是有的，但是。
大学或者是科技大学那些地方就在郊外一点的地方，他们那些地方就比较大，就没那么山坡这么厉害。出名是这间，这间是出名。对，以前呢，这个大学呢，那个吃饭给我们吃饭的食堂，就那些饭菜呢又便宜，然后有人说，基本上它都有一个名字。没有。